台湾著名三 Q 饼。麻汁糯米粉、粘米粉、玉米粉、糖粉、牛奶和油搅拌均匀，涂抹一层油，倒入碗里，大火蒸十分钟，咸蛋黄清洗干净，大火蒸十分钟，加入普通面粉、糖粉和水，加入牛油，放冰箱，油皮滴进面粉、牛油、玉米油，搅拌均匀，蒸好的咸蛋压碎，麻汁放冷，水皮冰箱取出，搓成条状，分成四个，用擀开来，油皮分割四粒一样大小，水皮包着油皮擀开来，一卷起来，再次擀开来，卷起来包成圆形，擀开来，麻汁分割四粒，莲蓉馅料分割四粒，加入麻汁、莲蓉、肉松、咸蛋包起来，黑芝麻、白芝麻搅拌均匀，干黄叶涂抹，黑芝麻、白芝麻搅拌均匀，干黄叶涂抹，加入黑白芝麻，烤箱预热170度5分钟，烤170度20分钟。